选手您好，首先面对镜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是叫陈明超，来自北京格斗兄弟俱乐部，今年21。好的，能了解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综合格斗的吗？2022年1月3日。哦，那时间其实没有很长。 不长。 对， 对。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走上职业道路的呢？喜欢吧。所以是热爱是第一的，纯粹的热爱。如果没有兴趣支撑，我感觉也没有练下去的那什么了。是的。你觉得自己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表现得怎么样？还可以，也不是特别好，也被对手做了几个动作。那你觉得本场比赛你的对手在哪些方面是让你觉得比较困难的？被他摔了几个动作还是挺让我吃惊的。因为提前知道有那些动作，但是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没有防住，被他做成功了。所以赛前是有了解过自己的对手是吗？对，是。那你觉得在比赛当中让自己觉得最有信心的是哪些方面？地面柔术。对，地面是您的强项是吧？对。那你是在比赛当中如何去判断情况，发挥自己的优势的呢？就是打摔，摔到地面，然后进入自己擅长的领域，锁啊、砸击啊，就这样子。在比赛当中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怎么比赛中怎么调整是吗？因为之前您说对手了解过，对，然后有预计他会有哪些的招数，那么在这些招数发生的时候，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变化呢？没有，就比较有信心，然后对比较稳。好的。那么接下来自己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吗？就是回去加强自己的战力吧，因为我是摔跤手出身，地面比较好点，但是我的战力比较差，就拳啊腿啊比较不是很好，回去把自己的战力加强一下，不能只依赖地面。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训练比赛，训练比赛，不断积累经验，然后拿一直往上走吧，拿了自己一个想要的成绩。那有什么想对一直支持和陪伴你的人说吗？没什么好说的，其实也没有。那就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比赛以及在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好成绩。谢谢。好。